偶像剧《爱呀爱呀我愿意》即将在台上档，22号的记者会上，男女主角亮丽现身，一搭一唱，展现好默契。陈怡蓉也透露，两人在拍完戏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因为我觉得怡蓉她其实蛮适合当我的心灵的那种辅导老师哦。嗯、我承诺她之后如果要追女生的话，我都可以帮她当军师。嗯，对。因为跟她聊过天之后，发现就是她追女孩子有点比较弱嘛，不得心应手。对对、嗯，就是弱了。对，郭品超在戏中教导陈怡蓉谈恋爱，到了戏外，两人的角色却互换。郭品超还被古灵精怪的陈怡蓉吃死死，成了拉台收视率的牺牲品。就是1.5先他负责嘛？那你要到什么时候？到二的时候写在他的还是六块肌好了，他六块肌有六块。哎呀哎呀，我愿意有七个字，然后就看怎么分配，写在他的腹肌上面，然后以此类推往下发展。嗯、看来单身的陈怡蓉垂涎郭品超的好身材依旧，不过既然郭品超在戏中惜肉如金，陈怡蓉的计谋也算是为女性观众谋福利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